该县政府筹组台湾无人机供应链大联盟，打造装台湾、装台湾品牌，日前伫亚洲无人机研发中心和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广无人机产业进军国际市场。那今天外贸协会董事长房思煌董事长，那特别来跟我们所有无人机业者座谈。那主要是外贸协会在全世界，那有非常多的单位，包括他们也经常在办相关的展览，那来推销台湾的产品，所以他们现在也已经锁定，那我们的无人机是可以，那来面向世界，啊，进而能够让跟世界那做一些生意，啊，包括建立关系。那所以我想政府已经把无人机当作是战略性产业，那我们希望啊，嘉义的无人机国家队，大家能够乘着这一股能量，好好的发展无人机，能够让台湾的无人机在辉煌供应链里面，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外交部表示，该牌启动装台湾，装台湾，号召国内无人机整机，也是相关零组件业者来加入，共同为供应链营销国际加入生活力。那台湾急需的硬体、软体以及服务的长处，那么现在已经变成是全球民主国家信赖供应链的亚太制造中心。这一点，我们从我们陆陆续续整个阵容在产业界阵容越来越放大，我们是有信心的。当整个全球的量大到一定的程度，我相信台湾的制造优势会让整个成本快速的下降。无人机是目前国际焦点的产业，希望借由整合供应链，拍通国内外市场，营造出下一个产业界的护国神山。记者黄佩凯观察报道。